OK， 今天又是一个周末啊，我们趁着这个回家来去办一个保险，然后准备今天去一个我们沙城旁边的一个恒大城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玩的，走吧。OK，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斥巨资的这个京北恒大国际文化城，然后我们去看看里面它这个斥巨资斥到的是什么情况的巨资哈。走吧。可以看到啊，这个恒大城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大的，然后都还在开发状态啊，有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些楼都还在建，然后包括这边有很多楼都在建，然后这一块呢是我们想它已经建好的，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这个很是欧式还是西式是吧？也不是欧式也不是西式，反正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里面看看都有什么好玩的，让我们各地百姓过去走。超市24小时，这个地方还真是一个拍照圣地啊，每个地方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然后整体的风格呀特别有意思，除了没有人，很有网红店的这个特色，比如这种火锅英雄呀，这种火锅店，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你来这里可以拍照，然后吃饭，顺带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这太可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到处的这个装潢跟这个装饰，整个房顶上都是那种特别欧式风气的，然后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意义上的这个有风情小镇，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吃的酒吧，然后还有一些衣服品牌一些大品牌一些店都在这里面，就但是问题就是这些店只是外边装箱的好，里面其实都还没入住呢，但是未来一定会入住的，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推荐大家。嗨，这是一个小花南瓜车。嗨，哎，我们基本上把这一圈都逛了一遍，还其实蛮好玩的。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来的就是这个稍微有点晚，然后整体这个光线其实没有了，今天加上有点阴天。但是啊，这个地方拍照还是很好看的。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怎么样，白天你来的话一定拍照，阴天的话也能拍出很好的照片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叫怀来沙城，大家可以来这儿，就是北京的朋友或天津的朋友周边的朋友吧，可以来这里我们这里去泡温泉，同时也可以来这个恒大城这个地方来看一下，来看看一个整个恒大城的规划的样子，完全是很，那边有别墅区，然后这边居住区，然后这边有商业街，那边还有居住区，整个这个地方是很大很大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拜拜。这块有两个好玩的地儿，就是一个奥运中心，然后有一个梦幻乐园，那当然是小孩玩的地儿，而不是我们去玩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体验不看。不过这块地方也是蛮大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夏天来比较好一点，夏天来这块比较好玩一些。